Hello， 你知道吗？如果全美加所有的餐桌酒都使用铝箔包装的话，那么将等于减少了40万辆汽车。那么法国南部的一个酒庄 French Rabbit 法国兔就使用铝箔包装 Tetra Prisma 来包装它的葡萄酒。那这个是可以100%回收的材质，而比起传统的玻璃瓶呢，可以减少90%的包装原料，因为没有软木塞、玻璃，也没有封口的商标。那这一个Tetra Prisma 铝箔包装有三个特色，第一是它的这个瓶盖，它的密封度呢可以让酒保存的更久，而且不需要开瓶器。那第二呢是它可以被挤压，而且是防紫外线防潮的这个设计。那第三呢是它比一般的这个玻璃酒瓶呢还可以多出2杯的容量。虽然这样新的包装是很环保的，不过在视觉上、触感上，还有对整个葡萄酒的情感连接上，我想都对消费者来说都是一个新的心理上的适应，因为好像葡萄酒的那种魔力还有氛围是不容易被感受到的。